那今天很高兴，我们今天看得到由马青总团这个记者教育局，在这个月28号到29号，在这个 Viva Home 主办的这个 TV 展览。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11间这个学院参与我们这一项奖励金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有11间这个大专院校或者学院呢，跟我们在一起提供总数高达470万的这个奖学金，公开给所有这个学生参与。所以在11间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都是非常在市场上，在技职教育方面办得非常好的学院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，不只是说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展览，那么更重要的，如果他们符合这个条件，可以申请这个奖励金，那么将在他们升学的这个管道呢，减低很多这个负担。所以我还是那一句，那么蓝领的这个技职教育呢，将是未来这个大趋势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籍的学生要抓紧这一次良机，那么跟我们在一起把这个技职教育办得更好。当然我也很高兴，我欢迎，我感谢我们这些商家，这些学院，那么都跟我们并肩作战，让这个蓝领这个技职教育呢，能够创出另外一个更美好的明天。